胸闷气短，呼吸困难，不能平躺，呼吸急促为喘，喉咙中有痰鸣声为哮，春秋季节多发，北方多常见。我们推荐一个对哮喘有缓解作用的食疗方案：小米、花生、燕麦、红豆、糙米、紫米、莲子、大枣各五克，冰糖适量，熬粥服用。根据个人食量按比例增减，长期食用对哮喘有缓解作用。有了九全小针略，每个人都能成为养生专家。